刚才就好像在看一个偶像剧这样，那个画面很美啊，难得俏女真美。拉拉怎么会选这个歌？你这个好好听哦，但是不是你的歌？因为我很喜欢，很喜欢这首歌，这个好好听哦、是曾沛慈的《怎么能这样》。嗯，它可能听起来也是像那种青州小菜，嗯，但是需要慢火熬煮，而且要很细很细的调味，它才会是一锅好粥。不快乐都不用假装，我们的幸福怎么能这样。拉拉那一组的表演是让我从头到尾就是比较 enjoy， 就是比较接近完美，然后我整场是真的是以欣赏音乐欣赏唱歌在欣赏那一场表演这样子。我终于知道你们刚刚前面的感觉了，就是真的会比彩排时候好很多哎，真的、哦。然后自己内心会有很澎湃的感动，嗯，但是还来不及消化就要做决定，对对 对, 对，我知道你们的窘境了，刚刚。人生苦短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唱的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还要好，跟你们拍拍手，好棒哦。所以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选，真的哦。那我们就会来问翔哥，那等这个 Q， 等他 Q， 那翔哥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刚才就好像在看一个偶像剧这样，那个画面很美啊，难得俏女的美。谢谢。哎，对这个，然后啊，我的选择很简单，我的喜好也很简单，只要有毛边的都可以。那个嘉伟的声音，它的厚度跟暖度。OK。